期待这场演出能够有非常非常的影响，而且呢期待他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祝贺他演出成功。这一次受玉刚的邀请来看这个王昭君的演出，我觉得首先是他打造了三年，是他的呕心力作，这个我由衷的感动。不光是他的剧情会感动人，我觉得更多是李玉刚的精神在打动着我们，所以我刚好有这个机会今天首场的演出能过来看，真的非常好。我期待能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都能看到李玉刚这个呕心力作的昭君出赛，非常期待啊。因为他之前之前的那个四美图我就有看了，对对对，然后这次昭君出赛我就更期待，因为我有参与创作嘛，对，今晚上好好的观察。李玉刚真的非常棒，我特别欣赏李玉刚的才华，特别喜欢，非常棒，非常棒，非常好。我觉得非常炫，这个的声画视频效果非常炫。我觉得现在就做舞台剧，还是要有今天的时尚，今天人喜欢的这样的一些舞美的这些特点。我觉得昭君出赛很惊艳，这个 OK。演得非常好，希望越来越好，然后也很感动，唱得好，跳得也好，希望大家多多来支持，谢谢。今天看了玉刚的昭君出赛，真的很惊艳，我觉得，不管是他的造型，还是这个整个的制作，我觉得都真的是一看就是非常的用心。所以刚才在演出的最后，我听到的叶景天先生说的一句话，说这个舞台是有灵性的，只要是这种真诚的演出和真诚的投入，都会得到舞台的这种，应该讲好像是说庇护啊，还是说诱护啊这种。所以我觉得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为了舞台去非常认真非常专注的这样的人，他一定会得到舞台的青睐，也会得到观众的认可。我觉得今天玉刚也做到了，虽然是首轮的演出，但是今天我看的是最后一场，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所以也预祝圆满成功，将来能够得到更多的观众的喜爱，祝愿玉刚越走越好。